是动感平台，好，我们动感呐、啊！哎呦，就是好啊！这个字好稳，他跟消波怪一样。消波怪。这个宫保鱿鱼要好吃，你刚前面大家讲了一些入味的药，入味这些要入味，然后火候要旺一点，让它能够脆口。因为这种发水的鱿鱼，你炒久了以后呢，它的嚼感呢是会有影响的。嗯。那么蒜末呢不必剁得过细，过细很容易就焦苦了。哦。嗯。好意思啊。哇。他是做的什么叫行云流水？它可以吃土饭，因为你厚的话，它不容易入味，不好熟，而且成熟度不佳，没办法很均衡。他们说这要拿破仑的帽子是吧？哦，这个膜一定要拿掉。它其实拿与不拿都没有很强烈的那个啦，只是限制哈。哎，对，没有。如果你拿掉的话，是更脆口。切花哇，你看要切斜切的，对，两边各斜45度，所以是要切在里面嘛，对不对？对，炒鱿鱼还有什么配布是你一定要知道的嘞？好，我现在就炒在一块了。那个发过鱿鱼不需要先过水什么的？其实我们今天的鱿鱼呢不必要过水，你一过了水，一吃水的时候热胀冷缩，怕等一下的味道炒不容易进来。我怎么知道它热透了没有？盯住它开花的这个地方。哦，点起来了。它炒一会儿哎。黄老师又来进食啊？对，没有，我估计你们这个节目其实出现最多的一个字就是是不是？想学会这道香麻脆口的宫保鱿鱼，广告之后可别错过完。斜切的，对，两边各斜45度，所以是要切在里面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哦，这样子。好，我细细一下。对，哎，我刚才，这么一番茄小茶，这一茶匙而已啊。加了番茄酱进来，是让它整个颜色熟成以后呈琥珀色。啊，你一下锅就变成茄子炒鱿鱼了，那就不对了。对，那味道也不对。啊，那这个宫保的味道以咸味为主啊，那甜味为辅，那么一点点的这一个细胞的芡粉呢，让它味道能够扒得住。炼花椒油了，尽可能在油升温以后再下花椒比较好，因为花椒会吸热。如果油的温度没上来，你下了花椒，你烧个老半天，油的温度烧不上来。那你油的温度有了以后，你一进来，它很容易就油溶了，油溶以后它麻的香味就上来。油一会儿就出来了。对，因为它花椒它会吸热。接一下学到太多东西。就像我们在电影里面常常学到很多东西一样。哦，有，就是痞子英雄学到。其实我们光学的部分啊，那个陈哥好像没在听，陈哥。我跟那个强，你光学的部分啊，武术的部分就学了大概5-6个月。挺重哦。一个礼拜哦，有4天，然后每一天对，然后每一天4个小时。算一下，体能训练，真的。哇，全弄了。花椒全下了，全下。先爆炒辣椒。对。哇，这招好厉害。那整个炒这个宫保的时候，干辣椒一定要把它炒蓬了。蓬了。你炒塌的其实是没有熟的。味道没出来。对，一定要炒蓬。所以花椒油的功能是蛮大的。工欲善其事。下一句。你刚才在笑什么？我以为你在叫谁的名字。工欲善其事。必先利先利其器。哎呦啊，工欲太厉害了。好。我现在就炒
炒在一块了。对。啊，其实那个发过鱿鱼不需要先过水什么的。其实我们今天的鱿鱼呢，不必要过水。你一过了水，一吃水的时候热胀冷缩，怕等一下的味道炒不容易进来。哦，嗯，我们已经洗得很干净了。对啊。它还是会有一些它的那个。你说那个药水的味道的。那个腥。不会不会不会。那鲜的鱿鱼是不是就可以焯一下水啊？是没错的。哦。那我现在只是透过这个干辣椒跟花椒油的麻辣呢，把味道渗透到这里头心来。因为它味道不容易渗透。那现在一定要把这边炒热，你不必在乎它过熟，因为它没有热的话就没有办法炒熟。好，所以往往一般人就会怕它过热。对，就会怕它过热，那过热就会想到说过熟。我怎么知道它热透了没有？你可以眼睛盯住它开花的这个地方，节骨眼里面衔接，像这个很清楚的，啊，完全炒到熟见底了，就 OK 嘛。啊，花都开了。对对。整个卷起来。是是。炒热哦，卷起来了。哦，那现在呢？对对，我们再下调味料。你刚刚跟那一茶匙的番茄酱够的？够，很够。够，非常够。刚刚就是番茄酱放的有点多哎。哦。因为哈，你把这个材料炒熟的时候，你下调味料，它吸收容易啊。你没有炒热的话，你下调味料它是冷的，结果你越炒它越出水，怎么收你都不好收紧。哦，是是是。哦，那现在你看一下子就发现了，啊，那么把这个蒜花伸进来，也炒一下。好，那起锅的时候呢，一点点的米酒，啊，醋锅，啊，几滴的锅边醋，醋锅行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宫保鱿鱼完成。完成。